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。四海之内流言风起，皆云天数有变，旱作已终。张氏兄弟揭竿而起，意在诛灭无道昏君，推翻汉王朝。雄心野望如燎原之火，一星难灭，终至欲壑难填。试问天下，有谁能抵挡权柄的诱惑呢？宦官们对汉室倾颓视而不见，依旧为自己攫取着更大的权力。那些曾忠于汉王朝的诸侯则看到了机会。世道如此，天下人无不设法为己身谋取利益，而张角则盘算着要君临天下，统御四海。天子大权旁落，皇后和宦官们争权夺利，作乱朝政，战火已是一触即发，不知要流尽多少鲜血才能使天下重归一统。主公，您经历一番艰难困苦，终能初步立足于这乱世之中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亲族，我本不愿动刀兵，然若有伤我亲族者，我必当诛之。汉室危如累卵，北地叛乱四起，天下虽乱，我亦应坚如磐石，稳固基业。主公，您已赢得了南方百姓的爱戴，您可以进一步赢得他们的支持，想方设法稳固地位。若是有敌来犯，我该当如何？必诛尽外敌，方能立足于世。主公，您有牢不可破之盟，又有坚不可摧之志。出击！战火终于到来，
都是为了死。准备就绪，准备开战，抓紧。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敌将受首，我军不败，大义不灭。忠义之人，我必深信不疑。我借由此力匡扶天下。保持镇定。忠义之人，我必深信不疑。稳住阵型，有话直说。
好的，请。如你所愿。江东猛虎，必将救尔等于危难之机。拿起武器，这上天眷顾着我们。准备作战。朕杀敌，怒吼吧！今日我等轻松破敌，胸怀荣耀之人，实为罕见。天下大义。准备开战，准备就绪。速速前进，时机已至，跑起来！注意！鼓起勇气，
快步伐。准备，加快速度。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挺住，杀呀！准备就绪，顽强不屈，准备好了。作乱为祸之徒，不得其死。一统天下。朕杀敌，忠义之人，我必深信不疑。准备作战。服天下，稳住阵型，请坐，来谈谈吧。那就如此吧。
众将听令，天下江东猛虎必将救尔等于危难之机，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让他们重拾荣耀。目标只有一个，
叛贼。胸怀荣耀之人，实为罕见。很高兴见到足下。如你所愿。很高兴与你见面。算是谈妥了。如此甚善。真令人愉悦。请进，朋友。我方接受。很高兴与你见面。你我已达成共识。别来无恙。那就如此吧。孙文台心怀大义。攻破贼虏，讨平奸逆，一统天下。拿起武器，
忠义之人，我必深信不疑。勇志刚毅，忠心宽博。前途暗淡，当以我之勇武召而诱之。有话直说，想问点什么？我绝不动摇。很荣幸再相见。好，准了。
贞不移，刚毅如铁。注意，别来无恙。我方同意了。天下大义，怒吼吧！胸怀荣耀之人，实为罕见。横扫天下，我来打头阵。
击！诸位猛士，随我征战！为了天下大义，为了荣耀，保持镇定，拿起武器，今日我等轻松破敌。作乱逆贼，要为此付出代价。行动如一，不要畏惧。心怀大义，一行进，奋勇出击。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让他们重拾荣耀。请进，朋友。我方接受。一统天下，胸怀荣耀之人，实为罕见。
强健，方可步步高升。翻远航，疾风伴我同行。朕杀敌，为了大义，怒吼吧！忠贞不移，刚毅如铁。